Hello everyone, this is Blair. Welcome back to Family Album USA with Morning English. 欢迎大家和早安英文一起走遍美国。从日常生活着手，我们将学习到最地道的英语表达。So guys,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我们一般说我很好 I'm good.Good 这个单词还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大家经常使用到的，对不对？那它的比较级应该也不陌生，对不对？ Better 那我们今天要学习到的这个表达呢，它就跟 better 有关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首先我们来听一下下面这段对话。 And what about Michelle? Well, what do you thinkI think Michelle is better off staying where she is. What does she think? 原文当中的句子大家听清楚了吗？ Well, what do you think? 你觉得怎么样呢？ I think Michelle is better off staying where she is. 我觉得啊 ,Michelle 还是待在原地会比较好。很多同学应该猜到了啊，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 better off 这个表达，这个 off是有两个 F 的啊 ,OFF, 大家不要搞错了。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better off 它的英文释义啊。Being in a more advantageous position, 中文意思是处于一种更为有利的位置，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情况会变得更好。比如我们说 ,he'd be better off working for a bigger company. 如果在一家大公司工作的话，对他来说会更好。第二个句子，Because of his asthma, he would be better off in a different climate. 因为患有哮喘，如果能够换一个不同的气候啊，会对他来说更好。那大家发现了，对不对？ Better off 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用作一个形容词。那它跟 better 好像意思会差不多，都是指会更好，对不对？那其实啊 ，better 和 better off 它们意思呢，看起来是很接近的。他们有区别吗？还是有的啊。比如我们来看这个句子。Steve is an idiot. You'd be better off without him. Steve, 他简直就是一个蠢蛋。你离开他会过得更好的。如果我们把句子当中的这个 better off 替换成 better, 有区别吗？答案是有的啊。我们来看一下。You'd be better off without him. You'd be better without him.两个句子我们都可以翻译为离开他你会变得更好，对不对？而实际啊，这个句子当中呢，我们说的变好指的是情况状况会变得更好，而不是说你这个人由一个不太好的人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对不对？所以这里呢，我们用 You'd be better off without him 会更好一点，所以两者大家不要搞混了。我们说情况变得更好用 better off，如果你这个人变更好啊，我们就用 better。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大家课后也要多多练习哦。有任何的问题，欢迎随时给我们留言。新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点击关注我们，走遍美国带大家每天学口语。想要学习更多地道生动的美式口语，轻松无障碍出游，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份美语指南啦。下一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跟着 Richard Stewart 一家人畅游美国。Okay, guys, this is Blair, and see you next time. Bye!